兄弟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男子在朋友的怂恿下，拿起加水站的出水管，用自己的嘴巴含住，按下开关，大量生水灌进嘴里。他还对着镜头比了一个赞。没戴口罩就算了，现在还嘴对嘴直接饮用。现在囡仔看，今天教育真的很失败了。附近民众觉得又恶心又生气。恶搞加水站的疑似是男大生，深夜来到高雄湖内这座加水站，拍下影片自嗨。业者紧急派人更换新的出水管。加水机贴上暂停使用的纸条，机台消毒，水管全部换新。卫生局也回到现场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。这已经录影存证哦，也请律师然后要做提高的动作。我们在求证之后，如果呢，他是本已经转到本校的一个学生，那我们一定是呢依校规来做一些处理。校方还在调查到底是哪些人这么调皮，是否是该校的学生。目前还是疫情期间，男子恶搞加水站的出水管，下一位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同一条管线，引发安全疑虑，卫生局介入调查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邱少阳、李晨燕综合报道。